大家早安，今天我来了屏东参加练练，马拉松，我跑半马。应该今天屏东等一下天气很热，夏天的时候半马是全马的杯子，全马的杯子，全马的杯子，我就三次，很重要，回家。五、四、二、一，起鸣钟！早早，大家好，早早，大家好。快点签名来了，加油！哇，太阳出来了，好美。天数都没有遮蔽的，会很热。对啊，今天不都下雨吗？怎么今天就没下了？啊，今天比较平吧。对，今天都平路。比嘉义。对。向右，向右，再向左啊！向右，再向左。谢谢。绿色隧道，谢谢。谢谢。开车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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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杯。谢。啊，凤梨，凤梨。好。
加加。已经开始有点热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大家好，引体训练演出，我喜欢平地。谢谢。来来坐坐。大家，有一点点下坡呢。好，要下坡。谢谢。下坡下坡。托莫桑。对啊。大伟，非常好，这个上坡呢，变上坡。看到你就兴奋起来了。好，一起加，一起加。谁？谢谢。坐下，坐下。谢谢，谢谢。骨肉下去了。哇！啊，第一名吗？小姐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后面有加。谢谢往前跑到折返好
这样。嘿 ，Mark。好热，兄弟，辛苦了。
谢谢谢谢。哎，好喝，好，大家跑完了，今天分二，开心。但是呢，今天后面我看到前面有一些人，我一个人，我靠近他，但是呢，我后面快乐自动，所以我后面没力，太可惜了。如果我没有自动的话，有可能应该有机会。今天早上一点出发，开车三小时来这里，所以早上一点起床有点太早了吧？所以我后面肚子饿，因为太早起床了，所以好可惜哦。那然后今天天气很热，所以有点可惜。但是呢，很好玩的，一点屏东风景很漂亮。好，我很开心的一点。好，那我去吃屏东的美食喽。好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是 Tomo， 谢谢看我那一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拜托了。然后，比赛时看到我的话，一起拍一下吧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